感谢赞美主。所以呢，我想今天时间也到了哈，那我觉得很宝贝是说，我们有这个保险，我们不像旧约的百姓，我们需要一直去献祭，我们只要常常的回到灵里，我们需要去认罪，需要去悔改。悔改其实不是什么很麻烦的事情，悔改是什么呢？悔改乃是转到我们的灵里。Amen。 弟兄姊妹们，你说我们真的可以不犯罪吗？事实上是可以的。嘉辉，我问你一下，不好意思，我暴露一下。当我们在聚会里面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可以不犯罪？可以吗？我们在聚会的时候真的不容易犯罪。我们在唱诗歌的时候，有没有人还在犯罪的？还在东想西想的？难呐！我们在祷告聚会里面，还能够东想西想吗？难呐！我们来到小孩里面，还能够犯罪吗？难呐！所以弟兄姊妹们啊，我们有时候前面的弟兄常常说，我们要鼓励弟兄姊妹们来聚会。其实来聚会，并不是要你来遵守一个形式仪式而已，乃是说啊，把我们这个人的灵与魂与身子啊，都圣别了，都蒙保守，被分别出来。我们越多的时间被分别在这个地方，我们就越不容易犯罪。所以我们的生命是胜过死亡的一个生命。感谢赞美主，我们再把646节的这个诗歌啊，我们再唱一遍就好了，好不好？来唱两遍，好，唱两遍。诗歌646首。